们继续用这一支长锋羊毫笔，哈，长锋七公分的长锋羊毫笔来写一段行书，哈。明天我们心经要开始上课，上暑假的课程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一小段心经，哈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已善堕。
好，就很简单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